出租车，现代生活常见的交通工具，招数急停，打表急驾，我们熟悉的这一切，在40年前却并非理所当然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一家现代管理出租汽车公司，去追寻打的的历史。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出租车司机，张辉元可以说是广州的活地图。每一天他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，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。去个杭州、北京、大连、安徽，我每去到一个地方，我都会去关注一下那个出租车的，我会跟他们比一下。说实在的，我去过那么多地方，最好的服务我觉得还是我们广州。广州内地第一家现代管理出租汽车公司诞生的地方，今天20000多名出租车司机在城市中奔忙，为了人们的出行提供便利。对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说，出租车不仅关系到市民的出行，也是中外游客感受广州的第一道风景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，但城市的交通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，出行成了广州人日常面对的难题。海珠桥基本上是都见到头，其他什么都见不到，全部是黑黑的一片，不能骑单车，都是慢慢推，还要排着队推。提着大包小包回乡探亲的港澳旅客，到了广州火车站也只能去挤公交车。在香港经营出租汽车公司的商人刘耀柱，每次回广州探亲时都要遭遇辗转搭车的艰难经历，这让他产生了将港式出租车引入广州的念头。你想个城市发达，你一定要交通。以前我来不是真的为做生意而来，我都是想方便啊啲乡亲。出行难成了城市发展的桎梏，改变这种状况刻不容缓。广州市政府下定决心发展交通，这与刘耀柱的投资愿望不谋而合。双方随即开始洽谈合作。1979年7月，广州市交通局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，开始筹建出租汽车公司。今年82岁的何瑞英老人就是这5个人中的一位。每天呢都是留着我在家，啊，就管里面内务了，所以经理就开玩笑了，他说何一，他说，勤杂也是你啦，干部也是你啦，经理也是你啦，你什么都干了。他说，从部队转业回乡，有着过硬驾驶技术的郑玉才也接到了调动通知。对于新工作，他充满了期待。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最新的经营方式去进行营运的出租公司，所以我就有兴趣。一到公司，郑玉才就投入了对司机的培训中。那时拥有驾照的人很少，公司最初的司机几乎都是从交通系统别的单位抽调的能手。培训的重点在于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。当时20岁出头的孙永新就是第一批出租车司机中的一员。给我们上的课，要做什么服务，对客人要首先要微笑啦，语言要礼貌啦。你接的是香港人，那你就代表着我们大陆这一边，这个层次很高啊。你接到外省人，你就代表着广州市。你接到外国人，
那你就代表着中国。1979年9月，广州市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正式营业。10月，70辆全新的日本50铃骏马牌小汽车，已经漆成醒目的红色，装上了顶灯与计价器，整装待发。孙永新和郑育才都还清楚记得，这批车刚从香港运到深圳罗湖口岸时的情景。这批车的话，是我们在日本定制的全新的50铃小车，叫做50铃骏马，一色全部都是红色的小车。那么当我们在罗湖桥头看见那堆车一台一台车开过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高兴的。但是一看那个车，一看哇，眼前就一亮，这个灯光，这里的所有标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感觉很舒服。一个多月后，这些远道而来的出租车正式投入营运，市民们亲切地把他们叫做红凳仔。那市民反应就确实很踊跃，啊，这个出租车哦，广州也有出租车了。70辆小车对广州城来说的确不多，但他们的出现却对整个城市交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扬手即停，计程收费，电话约车，24小时服务的新型运营方式，成为后来全国出租车行业的标杆。我们当时出来是起步价是1.8块嘛，然后是三公里跳表嘛，每公里6毛钱，非常便宜的。现在看起来很便宜，但是当时的话其实是不是便宜的。每公里6角钱的费用，对当时月收入不过几十元的广州市民来说并不算便宜，但人们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向往，逐渐接受了这种全新的出行方式。那么一般广州市民的话，有时候节假日啊，休息的时候，一家人出去几个人，他也会尝试一下打车，这种习惯就慢慢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的。那时，年轻人租一辆出租车当婚车是一件相当时髦的事情，很多人还会特意与这种特殊的婚车合影留念。我们开一台出租车去帮别人结新娘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自己牺牲为我们的轿夫，帮是抬轿子去的。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关于幸福，关于爱，是一代人在改革大潮中，在城市变迁中追求美好生活的记忆。随着出租车成为广州全新的城市名片，出租车司机也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之一，收入高，受人尊敬，年轻的司机们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。大工资都那么低，40来块钱，你一到这个工资你可以拿100多块钱，比8级技工还高，那肯定羡慕了。渐渐的，广州街头的出租车多了起来，不再遥不可及，不再是偶尔的尝鲜，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红凳仔变成了钻石蓝，50铃轿车变成了夏利、丰田、捷达。城市在飞速变化着，出租车也在改变，不变的是出行的便捷。由粤语音译过来的打的二字，也随着出租车的普及成为了这种出行方式的独特称呼。在广州的出租车打响名声后不久，各地的同行纷纷前来广州取经。很快，北京黄面的、天津夏利、上海捷达成了各个城市的新名片。40年，见证了第一代出租车的人们都已经老去，但广州却在岁月的更迭中迎来自己的新生。现在广州的交通可以说是四面八达的，
你到哪里去都是很方便的。现在在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张辉元用上了轿车软件，传统出租车也在不断顺应时代的变化。你下单了，我接的这个乘客，我都不用去找了，我直接开到他那个定位那里，他上车我就走，付款啊都比较方便，你不用说了，他在 APP 那里付钱就可 OK 了。今天城市公共交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发达，公交、地铁、城铁交织成复杂的交通网络，新的出行方式不断涌现，网约车、共享单车快速崛起，出租车行业也在不断寻找着新的定位和发展方向。